一时，世尊住在舍卫国奇缘精舍，为众比丘说法。当时，国中有一位大长者，财富无量，但他没有儿子，只有五个女儿。当妻子正怀孕时，长者去世了。当时国法规定，如果主人死了而家里没有男孩，所有的财物都需没收，归官府所有。不久后，长者的妻子生下了孩子，这孩子没有耳朵眼睛，有口却没有舌头，也没有手脚，但却有男根，于是就为他取名为曼茨皮离。一位长者听后很惊讶会有这种事，便到佛前问道：师尊，那个长者的儿子因为什么缘故没有眼耳舌和手足，却生在富贵家，成为财产的主人？问得很好，仔细听，好好思维，我将为你解说。在过去，有两位大长者兄弟，哥哥名为昙若世智，弟弟名为湿罗世智。哥哥从小便忠信诚实，经常喜欢布施，拯救贫穷的人。他既诚信又善良，受到全国上下的称赞。国王任命他为国家的法官，凡是打官司或者是非等事，都由他来裁决。当时的法律规定，借钱还债不需立有字据，都到法官那去，请昙若世智作为证人就可以了。有一次，一位商人准备入海，向弟弟湿罗世智借了很多钱，用于一路开销。当时这位弟弟只有一个孩子，年纪还小，他领着儿子和借出的钱来到法官哥哥那里。大哥，大哥。大哥，这个商人向我借了这些钱，说是入海回来时会偿还，请哥哥当证人。如果我死了，作证让我的儿子收回这笔钱。那好吧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弟弟湿罗世智不久命终，商人乘船入海，遇到巨大风浪，船只毁坏沉没。商人抓住一块木板，才得以保命，回到本国。当时湿罗世智的儿子听到船毁，
商人空手归家的消息。又只见他只有一个人，心中暗想，他虽然欠我钱财，但现在这样穷困，怎么能够找他收债呢？应该等他有钱时再叫他偿还。后来这位商人与其他商人再次入海，获得许多珍宝，平安归来。那个长者的儿子上次虽然见到我，却没有向我讨债，也许是我借钱时他还年幼，如今不记得了，或者是因为上次见我贫穷才没讨债，现在应该去试一试他。于是商人用重宝装饰了一匹好马，穿上宝衣，乘马进入街市。长者子看见他的衣服和坐骑这样华贵，知道商人有钱了，便派人去要债。商人答应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借的债太多，又有了很多利息，没有办法还清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！有了。尊敬的法官夫人，我本来从施罗士之那儿借了少量钱财，现在他儿子来向我讨债。我供养您一颗宝珠，价值10万。等他来向我要债时，希望您嘱咐法官不要做此事的证人。法官为人诚信，一定不肯这样。我替你试着说说。啊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因为我诚信，不说妄语，所以国王才任命我为国家的法官，就算让我说一句妄语也不可以。商人再次来世，妻子细说情况后就退还了宝珠。哦，那个商人又加上一颗价值20万的宝珠，再次前往奉送。请你告诉法官，这就是一件小事，只要说一句话就得到30万钱。如果那孩子胜诉，虽然他是你们的侄儿，可你们却一点钱也分不到啊。这个道理应该能想得通。昨天跟你说的是合情合理，希望你一定要放在心上。绝对不能这样做，我因为值得信任才身居法官一职，假如说一句妄语，现实中将不受世人信任，后世要感受无量劫的痛苦啊。我和你共为夫妻，就算遇到生命危险也期望不相违背，但我嘱托你这样一件小事情，只要你说一句话你都不答应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呢？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先杀死小儿，然后再自杀。我只有这一个孩子，如果他死了，财产就无从托付。如果听他的话，那么我今世将不受人信任，来世也必然感受无量痛苦忧恼，怎么办呢？
谭若是志经受不住妻子的逼迫，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他。嗨，商主，你应该记得吧，从前欠我的钱今天应当偿还了吧。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呢？如果真的欠你钱，那证人是谁？当年我父亲和我亲手把钱交给你，法官是见证人，你怎么可以否认呢？我现在不记得了，如果真有那么回事，我一定偿还。这个人以前从我父亲那儿借了钱财，伯父您作为见证人，我当时也在场，事情是这样的吗？不知道。如果伯父当时的确没有耳闻目睹，没有说这话也就罢了，可实际上你难道不是用手足指着那些钱财答应作证吗？没有这回事儿。因为伯父忠诚善良，国王才派你裁决事务，国人也信任依赖你，而我作为你的亲侄子，你都做出这种不合法律的事情，那么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，蒙冤者肯定不少。其中的真假虚实，后世自然分晓。当时的法官谭若是志，就是如今这位没有耳目手足、浑浑一体的财产继承人。由于耳时遗忘于故，堕入大地狱中，感受了许多痛苦。从地狱出来后，又在五百世中恒常感召浑浑身体。由于他当时喜好布施，能经常投身于富豪家中，成为财产主人。可见善恶有报，尽管时间漫长，也不会毁坏。所以，你们应当勤加精进，护持身口意，不要轻易造作恶业呀。十诸大众闻佛所说，有得出果至四果者，有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莫不欢喜，应待奉行。